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二月组联赛杯城北对 TKPU 零七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白衫嘅 TKPU 啦，而城北就着住黑衫啊。呢个叫 TKPU 嘅角球开埋嚟，作到第一点嘅，攞脚斗埋去，但系唔中目标。就呢边回翻后都系白衫攻势啊，转一转边先，有队友举手传埋去。呢度立唔到嘅，但系个波就直接入咗网啊！本来就以为后上队友入波，点知发觉系长传嗰位先系啊！长传嗰位就系朱国胜啊！呢度立咗埋去，究竟佢系想射定想传呢？其实都唔紧要啦，个波直接入网。TKPU 领先1-0咯喎！之后继续见到都是他们的攻势，这球球速传得就有点慢嘅，但是都立到，之后推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再射埋去，是不是有少少跣脚呢？个身挨后了，个波就炒高了少少啊！之后呢度白衫教嘅球抌入嚟，立到即刻射埋去，劈咗波底啊！咁啊，上半场 TKPU 零七领先1-0，下半场咧就由黑衫嘅城北开波。见到黑衫喺右路嘅攻势，一路推，直接射埋去，龙门将个波托出底线。呢边龙门球开出嚟，过咗半场噶啦，俾到自己有添，面对龙门即刻射埋去，食翻个位。有少少碰撞嘅，但球证冇吹罚，黑衫即刻打个反击啦。但落翻白衫脚下喎个波，离脚远射埋去，今次就喺柱边出界啊！呢边黑衫嘅波俾白衫截甩咗，继续见到都系 TKPU 嘅攻势，喺左路一路推推埋入禁区里边，俾到队友再射埋去。是不是困到下人呢？个波的力水不是很够啊！之后呢边一个长传放上去，都是继续都是 TKPU 零七的攻势，在左路拐翻埋中间右脚再施射，个波都是高出了。之后呢边黑衫禁区里边大脚抽上嚟，个波弹咗出界。与此同时，球证都吹完场啦，最后 TKPU 零七赢1-0。都是靠別人。